这每个女孩啊都有一个公主梦，这个一看就是给女孩准备的，淡淡的粉色为主调啊，温馨浪漫甜美，不失精致感。孩子大的呢也可以在这个窗下呀摆上一张书桌，窗外的绿植很养眼，朝南的光线很护眼。那说到采光，咱得回头，这个木格折窗呀绝对是孩子们的最爱呀，是公主城堡的小阳台，也是勇敢骑士的瞭望台。关键是阳光澎湃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你有眼光，我有好房。这里是 Avondale 的二号 B 座 Cradock St， 城中小桃园，三房小仙宅，对他有期待啊，出价得要快。